直播吧。8月4日，据此前据报道，杜克大学公布了19届状元门 Zion Williamson 最新身体数据，身高6尺7寸约 2.01 米，体重285磅约 129.27 公斤。根据美媒 Hoops Hype 报道，如果 Zion 以这个体重进入 NBA， 那么他将成为 NBA 第二重的球员，仅次于快船中锋博班马良诺维奇131公斤。NBA 训练师 David Moss 认为，Zion若想拥有一个健康的长期的职业生涯，那么需要在一些习惯上下功夫。他有点像是詹姆斯的那种身材，但他能否以那样的身材在 NBA 中打出优秀的表现，将取决于他的奉献精神。Moss 说道，他需要理解营养学，以及照顾自己身体各方面的细节。他的这种身材很容易就会发胖。据另外一名 NBA 训练师表示，Zion需要聘请自己的私人厨师，必须做到自律，每天大量的有氧或有间隔的节食会搞垮他的身体，让他变得容易受伤。训练师说道，他最不想去做的一件事就是以那样的体重打完一个 NCAA 赛季，然后开始 NBA 试训和夏季联赛，这会从心理和生理上让他在前两个赛季经常遭受挫折。从长期而言，这么重是非常不好的。尽管照片看上去很漂亮，另一名训练师表示，如果他以这么重的体重打球，坏习惯也不改，那么他就是在和魔鬼跳舞。任何糟糕的表现或伤病外界，都会怪到他的体重身上。轰炸机。